那所以哦，刚刚讲的部分哦，包含定义名称这个讲过哦，然后还有 COUNIF 啊，另外格式的话就可以再自己补2个0，然后加总排名哈。那另外的话呢，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什么，把那个前7名的有没有颜，把它换个颜色，这个地方的话哦，比如说我希望前7名的，帮我把这边加个颜色。那当然有几个方法了，不外乎就是说，如果你假设不写程式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用什么？另外一个常用里面有个设定格式化条件，新增规则，而且新增规则你还只能用这个，使用公式来决定的，而且还蛮复杂的，甚至哦它难度还不比写 VBA，所以反而有时候这我干脆写 VBA 算了。但如果你要写 VBA 的话，你该如何写？啊，比如说我今天呢？我们逐一来看，所以待会我们要写，总共有大概六个按钮，它其实就一对了，底下这个都清除了，可以清掉，然后这个也是清除，啊，这也是清除，反正第一个，如果我想要把刚刚做的这些动作让它恢复的话，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？一样跑个回圈，所以呢，怎么写？For i 等于第二列。有没有到第几列呢？当然你可以向下追踪到43列，或者向下追踪。我是建议你可以反复练习哦。然后呢，输出的话就输出这个 B 栏到 E 栏，所以其实就是 sales i 列的 B 栏给这个公式，给这个公式，给这个公式，给这个公式。好，然后呢，让它怎么样？让它一直变换那个 i。那方法二还有另外，刚刚有讲过 auto fill，各位可以。有没有？可是 auto fill 变成说，这个填一个，然后向下填满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换下一个，好像如果栏数越多，程式越多，因为它变一栏就做2次。可是回圈的话呢，一个回圈就可以带4个更多个栏位。所以至于哪一种写法比较 OK 啦，反正你们自己可以斟酌哈。那当然执行效率呢，看起来向下填满。这样会不会有优势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可以执行看看，两个比对看看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如果要让它向下填满，程式一一样是开发人员，二的话 Visual Basic，再来的话一样哦，就是插入模组了。这个我想前面讲过，我就不再重复讲了哦。模组，然后呢，我就把模组里面呢，先写一个乐透彩，那乐透彩里面的话呢，就分别呢写一个 For i 等于。第二列到第43列，或者是43，你一样可以用追踪，还记得吧？我们可以用什么 range？你当然以后都遇到的话，你就自己重打了。如果你多打几次都很熟练的话，那以后应该自然而然呢就没问题。向下追踪有没有？点弱就可以了。那这样就会追踪到它43，有没有？这样也是一样43哈。那我一样什么 sales i 列的 B 栏。把公式贴过来就可以了，OK，所以哦，贴上的话其实就是把这个公式一样怎么样，复制，Ctrl C，取消之后的话呢，贴到这个 B sales ID 的 B 栏底下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双引号里面，那一样会有个问题，这个列号呢，第一次是 A2 没错，可是后面应该都是变成 A3 A 就 I 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哦，记得。双引号2个移到中间，and 2个再移到中间，加一个 i 就可以了哈。那其实这个多做几次应该就慢慢就熟了，就把它空白。好，那其他都一样，那 B 栏做一样的事情，D 栏一样贴过来啊，只是说那个 B2 没有，这个 B2 一样的道理，就可能就是2拿掉，后面加一个 and i，不过我发现之前好像蛮多同学对串中间 OK，可是串旁边好像就会有障碍。不过这个可能你们还是要多多习惯之后，你就哦，原来只要是双引号最右边啊，它如果旁边是双引号了，结束算了，那就直接加一个 and i，跟刚刚那个 and r 道理一样哦。如果你都习惯以后，大概就这样的方式哈，那一样和气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完成了。那清除的话呢，其实很简单，除了说你可以用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43列，b c d e 通通怎么样加上后面清除之外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还记得吧？
就是用什么？用 range， 效率应该会比较快。你们还记得用 range 哈、哦？如果说我今天要清除的话，另外一招就是 range 哈、哦，从 B2 到一的 Ctrl 向下，应该是43嘛哈、哦，所以是B2 冒号一的43啊，当然这个43也一样可以用追踪的哈、哦，这个我就不做啊，等于没有东西，这样也可以。另外啊，其实除了这样的写法之外，其实你点什么，点 clear contents 也可以啦， clear contents 也可以，哦啊，只是说因为我觉得哪个比较好记，你就用哪一个啦，结果都一样。至于执行效果，说真的啦，比较不出来差异，因为都一样快。OK 啊，只是说啦，哪个快，好像这个比较快。有没有？哎，这个其实还蛮好记，因为跟上面写法一样，哦，啊，你就记这个就好了。对，写法很多，但是你就写你记得起来的方法就 OK 了。哦，然后 OK 之后的话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所以执行它，那我们可以看到清除，哎，清除好快，有没有？执行，哎，没有问题。那再来第二个的话，哦，比较难。哎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哦，帮我写一个逻辑，这个逻辑是说，当排名里面如果条件是小于等于7的话，那就帮我把它同一列的 A 栏的底色，底色应该还记得吧，叫 interior， 有没有？点 color 等于黄色，黄色还记得吧？ RGB 有没有刮胡红配绿嘛？255.255.0， 哎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可以填上什么？填上黄色啊，不是？那当然，如果你不会，你便要自己涂法炼钢，涂法炼太累了哈、哦。所以呢，小于等于7就帮我填颜色。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？请各位先写这个、哦、乐透彩哦。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，如何撰写哈、哦，就是那个格式化的部分。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、哦。OK。